我当初离开你是为了想积累赚钱，并不是真的想离开你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事都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啥呀？我去趟厕所。哎呀，这真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快接电话呀！喂，哎，那个，你是不是欠我个人情？对呀，你都帮我这么多了。那你这样，你来你家楼下的饭店。啊？你就来就行了。一会儿我告诉你怎么说，你就怎么说。你吃完饭了吗？我们什么时候看电影啊？等一会儿呗。郑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前任，这个是我现任。那对了，我有事问你啊，就是为什么在我公司那么难的时候，你在那个时候选择跟我在一起？我跟你在一起又不是为了图你钱，是因为你不管忙到多晚的时候都会告诉我，特别给我安全感，下雨的时候都会准时接我下班。简单点说，因为你值得。这话说的虽然我不知道是假，但是听的是真过瘾。